台中乌日九德环保站是守护地球的园地，也是弱势家庭心灵避风港。陈同学和父母家境困难，慈济伸出援手，他和妈妈主动加入做环保的行列，付出得欢喜。 爱的关怀之下，吼，因一家伙啊，三个人口吼，安尼一直成长吼，啊，离苦得乐啦。期待啦，好好啊，家己带看会当讲吼，独立起来的时啦，也是社会的一股力量。为受苦的家庭点一盏灯，指引方向。慈济中区新芽育成计划，陪伴生活艰难的孩子，翻转人生。 到目前为止，两三年啊，1.5大个6个育成计划的囡仔，咱拢用主席的力量来栽培。安尼就对啦，就是囡仔好好的照顾那样的家庭，让他安定下来。志工长期投入培育专业人才，希望他们把爱的能量传达给更多人。大爱新闻郭玲万光辉台中报道。